还记得我们去年曾经在垦丁试驾 Eclipse Cross， 那时候我对这一台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因为它 Photo Coupe 的造型除了延续就是年轻时候三菱跑车，也就是 Eclipse 在我心里的那种动感跟性能位以外，它增加了实用，而且我们试驾的 SAWC 的四驱版本，它在飙沙的时候让我觉得相当过瘾，可以说它就是一台很称职的跑旅。那如今呢，我们今天试驾的是一台 2WD 的版本，它在2019年的新车款呢，它增加了 AYC， 也就是主动弯道控制，而且包括像 ACC 主动定速加测距行力紧急刹车辅助，这些配备它通通都有，而且还有七具 SRS 辅助气囊。而它的车款呢，却更具有竞争力，因为它的售价呢压低在百万元内。那以我们今天试驾的卓越版车型呢，它还增加了360度的环境摄影，所以其实开起来在 on road 的表现上，你会觉得它还是一台相当有乐趣的跑旅。不管你还记不记得 Eclipse 在你心里深植的印象。任何人看到 Eclipse Cross 都会觉得它是一台相当漂亮的跑旅，除了它动感流线的线条以外，你会发现它的腰线相当的深邃，它可以营造一种相当鲜明的肌理感。再来就是它配置的 LED 头尾灯，再结合18寸的胎圈，它的样貌看起来就是一台道地的跑旅，尤其它在夜晚的时候，你发现它尾灯的那个光条，哇，看起来真的是有一种越看越喜欢的感觉。那你开启它的座舱呢，就是车门打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过去 Eclipse 跑车它最强调就是它的驾驶导向的界面那种环舱的包覆感，那新车款呢，它已经要进到次世代的设计，所以一开始启动电门的时候，它的 HUD 抬头显示器升起来，那个感觉会有点像是置身在战斗机一样，而且它的萤幕它的标示相当的清楚，它的七寸中控台显示幕呢，它还有一个 SDA 多媒体的控制，它可以连接 Android Auto、Apple CarPlay 这些配备，所以说会让你觉得影音丰富度上够，而且它在触控式的灵敏设定上会让你觉得相当的就手。那在排挡座旁边呢，它还有一个触控的手写板，不能说手写板啦，应该是触控面板，因为它不具手写功能。那在前面呢，它有一个电热开关，就是它双前座椅是具备电热调整功能，尤其在寒冷的冬天，你会发现这个配备相当的实用。但整体来讲，你坐在驾驶座上，而且握着三辐式的跑车方向盘，后面还有一个大片的金属换挡拨片，所以在操作上呢，会觉得这台车的跑车味相当的浓郁。而且在安全的设定上呢， Eclipse Cross 也算是相当的强调安全。你知道吗？这台车除了它有这个 Euro NCAP 撞击测试的五颗星以外，它的成人防护率呢高达了 97%。所以说，除了它有更完整的主被动安全，比如说七具 SRS 辅助气囊，比如说它的 ACC 就是主动定速加测距巡弋，还有包括 FCM 就是紧急刹车辅助，而且包含行人侦测，甚至像盲点侦测啊，还有后方车流警示，这些通通都是卓越型的配备。而我们所试驾的107.9万的这个顶级版车型呢，它还增加了360度的环景摄影，而且我觉得它在座舱陈设上呢比较特别，是它还兼顾了实用性。以它2670mm 的轴距而言，你知道它的后座可以前后滑移20公分，而且它的椅背还有8段调整功能，就连行李箱都有448公升的容量。过去 Eclipse 跑车为什么能够风靡80-90年代的车坛呢？主要是它的性能强悍，因为它算是率先采用涡轮增压引擎的车款。那如今进化到了 Eclipse Cross， 它的引擎科技呢又更进化，因为它搭载的 1.5 升 MyVac 引擎呢，除了采用缸内直喷供油以外，它还有连续可变气门正时跟可变气门扬程机构，所以它可以具备节能跟这个性能的双重特性。它的平均油耗是 14.6，
就是每公升，我们试驾的二驱版本是 14.6。 那在这个动力表现上呢，它可以炸到163匹的最大马力跟 25.5 公斤米的扭力，再结合它的 Invest3， 也就是 Sport Mode 具备八速手自排模拟功能的这个变速箱，加速表现会让你觉得相当的线性，而且还很带劲。我进行0-100的加速实测呢，它的最佳成绩可以在8.3秒达成，而且你只要把动态稳定系统关闭，踩刹车踩油门，在2500转的时候全油门加速，哇，你还会可以感觉到它很鲜明的这个贴背感，因为这个引擎的爆发力算是相当的顺，那会让你觉得油门表现轻快，再结合优异的底盘设定，开起来会让你觉得很过瘾。那身为跑旅呢，当然操控的表现它不能偏废，所以 Eclipse Cross 它结合了算是相当多的科技，除了它的 ASC 就是它的动态稳定系统，它的作动呢会让你觉得相当的快，而且算是线性，就是它在侦测到哦，你可能出现推头的状况的时候，它会主动的抑制你的动力跟你的刹车，所以开起来的感觉会相当的平顺。但我觉得它的前麦花臣后多连杆的悬吊在调教上呢，已经会让你觉得它巧妙的把舒适跟操控的这个平衡性拿捏的刚刚好。但是最特别的是，它还增加了一个 AYC， 也就是主动弯道的控制系统。这个控制系统呢，对 Mitsubishi 而言，它可以说是研发了10-20年，因为过去它的 EVO， 也就是像大家性能迷相当耳熟能详的 Lancer EVO 车系，它就已经有这样的配备。这个配备呢，它主要就是它能在过弯的时候呢，侦测到你的左右轮速，而且进行调配。它除了在动力的抑制上跟刹车的抑制上呢，它可以很精准的调配它的轮速，而且它可以控制内侧轮的转速，所以说你在过弯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哇，它的转向表现变得更精准，就是给你一种犀利的感觉，而且这个犀利的感觉可以透过精准的路感回馈到驾驶者的身上，所以不管是山道或是赛道上，你开起来就会觉得对这台车的底盘操控性充满了信心。再次见到二代的 Eclipse， 让我觉得重温了年轻时的那种悸动。你知道吗？当时这一款30跑车，它的售价破百，但是演进到现在 ，Eclipse Cross 它用跑旅的姿态诞生，而且它的售价却能够压低在100万元以内。除了有更宽敞的空间、更好的实用性，它的帅气不变，但是它的安全表现呢，却更让人家满意。用不同样貌的身份出现，我觉得 Eclipse Cross 它依然能够展现它的乐趣。